嗨，大家好，我是 Steven， 是我太太季芳，我们的七位公主。今天我们要从苗栗开去台北的淡水，你们预备好了吗？预备好了。好，我们上车出发。太好了，我们到了台北淡水。先介绍一下盼盼阿姨，很熟悉的，还有她的朋友 Sarah 阿姨。嗨。等一下我们要去坐船，所以今天的旅程开始了。你有坐过船了吗？没有。哈哈。要去坐船。坐船，亲爱的，你喜欢坐船吗？喜不喜欢？我怕会晕船，不过应该 OK。盼盼阿姨、Sarah 阿姨，你们有坐过这个船吗？有啊，有。OK。Sylvia， 嗨。我们订了一个辣的，一个不辣的，凉皮，马上吃。孩子有吃过吗？有看过网络上人家做的，好像没有吃过真的。这个凉皮是你自己做的吗？啊，好厉害哦！谢谢，上面是不辣的啊。OK， 谢谢。这个叫凉皮儿 ，Joanna 吃吃看。不辣，还没有拌辣呢。嗯，辣不辣？不辣的有味道。Bethany 如何？挺好吃。大女儿如何？美味。美味。你在吃辣的吗？还是美味？辣醋的。我喜欢那个花生和里面的小黄瓜。这个是辣的吗？不辣的。是要吃原味的吗？好大口。Sarah， how is it？ 我们要去逛传统铜腕店。亲爱的，这个是什么？大肠筋里面抽小腿的。Sarah， 你要妈妈买吗？要。这边好多传统的玩具和糖果，像我们年货大街的时候去买的。我最爱吃的芒果干，这边应有尽有。Hey girls， 你们可以买小的纪念品。嗯，我要买这个。What does it say？ 这是一个 I love Taiwan Formosa。That's pretty nice。Joanna， 你要买什么？一个枪。Rubber band 枪。对。Great。Smart。Cool。亲爱的，你要买什么？我最爱的手摇饮珍珠奶茶。傻逼，好有趣。Slinky。以后如果搬回去美国，就很想念这些调味料，米酒、高粱、台湾的拖鞋，还有我最爱的大同电锅。三六。
会吹泡泡的。So cool. 我买一个笛子。Great. Elizabeth? 我买一个枪。Good. Joanna? 我买一个橡皮筋枪。Nice. 可以打仗。我拿了一个 slingshot, 还有一个听琴。我买了一个别针，还有钥匙圈。我买跳跳糖。Wow. 还有这种有糖粉的。Great. 大家可以分享，还有一个钥匙圈，珍珠奶茶钥匙圈。Nice. 差点忘记爸爸也要买东西，我最爱吃的芒果干。然后因为天气变热了，买一个扇子。谢谢。Yes. 而且颜色很配，有没有很帅？你给他吃什么？一点点芒果干。好吃。这是弹珠汽水，然后它的工厂在我们家附近，可是我们从来没喝过，所以来这里喝看看。哇，这苗栗铜锣。顺时钟轻轻转就转得到弹珠。哦，好。弹珠最起码就是让它玩玩看看就好，不要让它含在嘴里。吃进去，哦，好。对，好。它含在嘴里，有时候跌倒会吞下去，就糟糕了。对对对。哦，好 好, 好, 好，谢谢。谢谢谢谢。三秒钟才拉起来就好。Hold on to your bottle, please. 哦，有，压着。耶、yeah, ，成功！啊，有一点气。这好像是冰淇淋口味的汽水，它是有干冰的，很呛，对不对？我没有喝过，所以很好玩。好，这个是勾扎比汽水。哦，有一个蛮疗愈的声音，噗噗噗噗。Hey, it's pretty good.冰淇淋汽水口味，有没有很呛？嗯，那个 bubbles 好喝。我要把这个瓶子打开。耶！哇，手很黏。哇，开心。是玻璃的吗？对啊，玻璃的。OK， 透明的很酷，还像一个水晶体。完全透明哦。对。对OK， 我们在巴黎这边走到底了，我们不要再走下去。今天很热，要坐船回去淡水老街逛一逛。Hi Bethany, hi Olivia. Hi. 你喜欢坐船吗？喜欢。你喜欢坐在船里面？太棒，太棒。好，现在我们要回去淡水老街，我们去吃点东西，然后再继续走一走，逛一逛。今天蛮好玩的，我没想到我们会看到那些勾扎比很久以前的杂货店还是玩具店，很开心。亲爱的，你还好吗？还好，很通风。等一下，我们在这边二楼上去吃个东西。Ships will rust and the tides will shape the storm. 好多鱼哦。There's something about your eyes, the way they shine in the light, like diamonds on the sea. They put my mind at ease. All right, let's pray.Heavenly Father, thank you so much for this time up here in Taipei. Thank you for two awesome aunties, Auntie Pamela and Auntie Sarah, that can help us today as we're visiting Danshui. We pray that you bless this food to our bodies, help us to have a wonderful afternoon, in Jesus' name. Amen. 这个是肠粉。嗯。我的最爱。很好吃。做鲜虾腐皮卷，外面是豆腐皮，然后里面有虾子，我的最爱的其中之一。然后这个是虾饺，然后这个是叉烧包。Great， 红龙杂哦，又海叉烧包。哇，好犀利！叉烧包，入口即化，里面的肉
入口即化，好吃。新虾腐皮卷，第一次吃。好 crunchy 哦，好大的虾，我可以知道为什么是你的最爱了，它列入我的最爱之一。这个是腊肠，然后青江菜一个，等一下边边都有锅巴，好吃。哇，辣味煲仔饭，听盼盼阿姨说要把它搅一搅。好香哦。这叫咸鱼鸡粒炒饭。盼盼阿姨，你怎么知道这些港式的食物的名字？因为我们家很常吃港式的东西。OK。哦，我的最爱，你用你的最爱，你这个是 XO 酱炒萝卜糕。Oh yeah, that's one of the menu. 我最爱。他刚从船上就在讲这个。哇哦！呀，而且这个菜单上没有哦。没有。跟你对啊，我自己说有没有这个，然后他说有的话也可以帮你炒。我要吃萝卜糕，盼盼一直说萝卜糕，好软，对，它比较软。哇，好软的。酱很好吃，入口即化，它是 XO 酱。XO 酱。我们在吃这个樱花虾炒高丽菜。这样，很好吃，我有加一点辣椒，是很辣。这一道是干炒牛河，里面有牛肉片跟河粉，很经典的广东菜。美国的很多加州餐厅的味道就是这个味道。啊，对对对，这个是烧麦，也是吃港式点心一定要点，讲广东话，烧麦。盼盼阿姨，请问一下，那边小小的那盘是什么？这个是凤爪，凤爪就是鸡爪，然后它有先去好像是炸过，然后再拿去卤。哇！刚刚我问 Olivia 要不要我把她的食物吃完，她说肉菜飞饭她要留着，为什么？因为很甜。你喜欢吃甜的饭吗？对。好，那你吃吧。啊？如果你不吃，我帮你吃。对，这叫做什么？杨枝甘露。Cheers。真的很好吃。I think you'll like it。来慢慢享受，吞下去哦。哇，他的眼睛亮起来了。排队，过来排队一下，妈妈喂。妈妈喂。你们过去跟妈妈念。Very good。排队。你应该要大口的，这样就没了。好，下一位。真的、啊、好，你们都没有吃到里面的料啊。对啊，我都吃过了。所以你又来了，看哪我的。很好吃。Is it good? 好 ，It's sweet. 很了不起。然后芒果粒。Adeline, how is it? 很好吃，我们下次。好，好像剩下汤，芒果汤。我可以想象里面有料 ，QQ 的，香香的，很甜。欢迎到下，我们去上考取签，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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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阿姨。然后再加那个双麒麟的，好，谢谢。40号。Olivia, you wanna eat it? 你买几杯？什么口味的？铁观音。铁观音，要不要试试看？你今天是生活的这种，这
有点咖啡的味道。是吗？对。Bethany, how is it? 品质蛮好的，很好吃。茶味很重。这个冰淇淋很浓郁，又不会太甜，也有茶香，很好吃。我们点的是冰香橙绿茶，蛮香的。这个很爽口，铁观音的双擎，好吃吗？胡子都会沾到，茶浓，很好，很好吃，吃的很爽，双擎。Sophia 在翘脚，太爽了。马街，他是1872年来淡水开医院。办教堂，办学校，厉害的人。他的胡子我很羡慕。好，我们去这个巷子去看教堂一下。Praise God through whom all blessings flow. Praise Him all creatures here below. Praise Him above the heavenly hosts. Praise Father.Son and Holy Ghost. Amen. I need to stop before. Yeah, it is. Okay. Hey, Adeline. 你在做什么？我在投信。给谁？朋友，笔友。宜兰的朋友吗？台北。台北。哎，我们就在台北。买了四个成人票，12岁以下就不用钱。这么好？对。OK， 我们有点紧张，因为等一下要赶回去苗栗。现在几点？4:07。好像5点就会开始塞车，对不对？对。我们刚刚才到红毛城，好，我们去逛一下。我们现在在这一大的树地方，我们要这样折折折，然后折在这里。跟妈妈集合，对不对？对，好，走吧。你在唱歌吗？Adeline's getting a workout. 运动运动。Can you do it, Adeline? Can you do it? Ho ho ho! Hoo ha! Go go go! Hi. 今天运动过度，好累啊。我们在哪里吗 ？OK， 带我们去走一走。你带领我们。中式厨房，有没有跟我们家的长得很像？有哎，你有办法在那种炉子上面煮菜吗？应该可以，就是要有火柴。亲爱的，看到以前的房子，你有什么想法吗？你现在看连续剧的。场景，然后看现在的房子的舒适度，什么就很感恩，对不对？没错，现在的房子太舒服。That's pretty cool, huh, girls? What's that? The treasure chest. 宝藏放在那里的。哇，这边的，如果这个是你的房间，是怎么样？不是很喜Bethany, would you like to wear that? 这个是厨房，来看，哇，我们喜欢以前的人的东西都很漂亮。你看到那个 cast iron 的？对，我喜欢那个。我喜欢
你看有咖啡磨咖啡的。盼盼也发现这个是 cook 的上班的地方，然后下班之后就走到隔壁的那一间就可以睡觉。哇，走五步就到了。对。从厨房走到餐厅，我们最喜欢的客啊。亲爱的，位置够不够我们家坐？各位，我们还需要再多升一位就满了 ，right？ 盼盼还来，盼盼还来坐就刚好，刚好，还可以在家。这是厨房吗？这是儿童房。What？ 这是 kids room。像你们家就要有七间呀。哇，怎么这么高级？还有传统缝纫机。对啊，跟我家的很像。这边是厕所吗？对，这边是马桶。Sarah, what is this place? Potty chair. What? Do you like it? So, 放肥皂，放肥皂。喜欢它的这个，你底下有个洞。这些小小的细节就很重要哦。对。这里面很漂亮，我很喜欢这个房间。Why do you like it? 因为它有很多古时候的东西，我就很喜欢古时候的东西。而且有壁炉。这个是主卧房吗？哇，主卧房在楼梯以上来这里，然后婴儿房在很远的阁楼。所以以前的人也知道那个秘诀。秘诀是什么？秘诀就是不要跟 baby 睡在同一间，不然会睡不好。发现每一个房间都有一个壁炉。哇、wow, 所以台湾的冬天就可以烧木头，对不对？对。这是保姆的房间、哎、在小孩的房间的对面。是。如果我有超多超多的钱，那我就会买下这个地方，然后再把它改装，就是把一些坏掉的地方就装好一点，然后我就可以住在里面。对，很舒服，对不对？很漂亮。对，很有气质。对。对不对 ，Sophia？ 这边很漂亮。这个地方叫做什么名字？红毛城。对你 ，Sophia， 我其实每个人都有一点红头发，对不对？对。盼盼阿姨，你在用我的扇子？对呀、啊。很好用吧？对呀、啊，很复古。这样就不用冷气了。没错。Kaboom！ Shoot the cannons, kaboom! 假音大炮。红毛城要打烊了，不过我们今天很开心来到淡水，可以让孩子看到这边的海边，还有上船去逛一些古早味的店，吃好吃的东西，逛街喝好点饮料。最后有这个充满文化的、充满历史的经验，就是来到这个红毛城。不过超过五点，所以现在如果要马上回去的话，一定会碰到塞车。所以我们就打算留到比较晚才回家。没关系，在这边给小孩子玩也不错。我们过着以前的林氏的生活。OK， 今天我们来到淡水很开心，影片到此为止。我们先分享一下你们最喜欢今天哪一个部分。我喜欢那个船。你喜欢坐船？坐船。好 ，Olivia。每一个都喜欢。每一个东西都喜欢。我喜欢坐船，还有那个买枪很好，而且很有趣。我喜欢来红毛城，还有去坐船。我喜欢去坐船，也喜欢吃 dim sum， 然后我最喜欢来红毛城。我很喜欢去看马街的教会，还有来逛红毛城，也喜欢坐船。我很喜欢去马街的教会，我以前在马街医院工作过，实习，所以来看到它的原始的地方。还有吃那个港式点心很好吃，然后这里红毛城非常美。Yes， 好，我今天最喜欢的部分可能是坐船去长老教会，还有来这边红毛城。不过的确今天的午餐挺好吃的，然后去买玩具，我觉得那个店很有趣，很好玩，应有尽有啊，这个可以陪我过一个整个暑假。谢谢盼盼阿姨的陪伴，谢谢 Sarah 阿姨的陪伴。OK， 今天影片到此为止，现在。欢迎你们在下面分享一下你们在淡水最喜欢
做什么活动还是吃什么食物，请跟我们分享。好，我是 Steven， 我是季芳，我们的七位公主，我们下次再见，拜拜。